Hello， 我是阿龙。那今天呢，又来继续玩一下我们这个三角之十三的肥宅打工记啊。哎呀，那这边呢打得不忙的不可开交啊，那各种就是被捉打。那我打算呢，这集啊来跟先跟可劲来结个门会比较好吧。毕竟我觉得说。有可证的这个大都市蹲在那边，我觉得打不过、啊。是说这边我们不能这样子吗？还是？哦，要这边要这样才行。要用特权才行。又不能跟老板说。啊，建议怎么样啊？不行。那我们上一集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把所有的都市呢都给了一个方针嘛。那今天这一集呢，看看我们要伺机而动了。先把这剩我们旗下的都市的这个兵力的分布呢，这个熟练度呢给练上去啊。要练上去，练强一点才能打起来才会比较好打。当然如果我们都是手动去控制的话，那其实只剩下消耗的速度的快慢了、如果但是不是我们全都是说都是我们自己建造的吧，多数都是控制这些母将，但让他这个电脑自己建造的。哎呦，现在买个东西在手。然后呢我们这边过去可以稍微先摆设哦，升一下我们这些能力也行。那我们这一集呢目标就是看看情况来动，而且呢我要一直练一下我的能力的同时呢，来学一下，就是练一下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同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先来吧。那还有一些这个医务性，那我们来多用。諦めてはいかがか。来多弄一些人吧。諦めてはいかがか。哎呀，怎么全部都不行啊？使えそうなものがおりまする。使えそうなものがおりまする。美东没什么太强啊，这些。都五十，你至少有一个普世使えそうなものがおりまする。高尚，那你去吧。好，虽然说不是说太强点了，但目前我们的势力来说啊，这个人手不多不行啊，但至少我们也要选一下，不要选一些太低的，毕竟太低的话也。感觉玩起来也有点悲剧啊。諦めてはいかがか。那剩下的呢我们这个就自己来练一下这边的训练吧。我们没有什么特技。那我们给教员来练一下吧。好，就这样。聞いてくれ。我が槍にかけて。我が槍にかけて。好，那我们先到看看这个关系图啊，看看这边说了，这边全部，哇塞，这边变成一个圈圈嘞，这样找教员有点麻烦嘞，直接按从一都市，奇怪，我是按了从一都市哦，决定。好，那至少这样子就比较好看了啊。然后这音能学到豪杰，这个能学到神术。他说他想教我这个神术的真髓。这个有信嘞。这个不错哦。这个高僧我们可以来考虑来拜访他一下下啊。我们先来找找看高僧哦。对，他跑出去登用人了。哎呀，那我们去找。よく来たな。
主谋吧。好，还是说我能力就比你高。哦，他是教我们这个神术，那我们看看有没有碰不碰到这个机会吧。反正我们是先练一下吧，增加这个集中力。好，哦，当用。敌军が我が領内に向け出陣しました。哪里？可敬啊，可敬！哎呀，没想到啊，连可敬也来掺一脚啊。等等哦，我们现在的兵力来说，不要说防守这一边了，我觉得这边会被孤立啊。我猜他们是这样下来，那我们只好从这边派人接他了。等等，这一队是往什么地方走？既然何进要来打我们这边的话呢，那我们也来反过来咬这边。他这边这队是去背海，然后有可能会跑上来。所以啊，攻略这里，我就不信你不会亏去，我就不信你不亏去。这个是我，哇，打一万多的兵力。云梯有没有别的？好，没有。然后在广宁啊，也派点人出来帮忙防守吧。防守的情况来说，这边应该来不及了，我猜。而且这边动员也太短了。这边先来终止一下。怎么解决的？差。感觉这样我们瞬间一定会被吞并啊。先让这边动起来再说吧。啊，いざ出陣だ。哎呦，这边是直接能动了。那到时候他可以去当黄金将用吧。 Go go。 曹操跑下去了，那这边就是这个吕南应该就撑不住啊，你看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啊。王凯前进，先去攻打他。好，然后我们也来了，送给你。哎呀，报告します。哎呀，现在很忙啊，不要搞我。报告します。做吧，多去做，多去做。構わんぞ。多去做。報告。責任者がいそうだ。去。構わんぞ。武王国是挺强的啊。哎呀，好，先把这个桥给攻下来再说。毕竟我觉得说这个，皆の者、行くぞ！让这个何进的势力发展的太过分了啊，所以变得说。这下子难搞啊。好，那我们技术是哪一手？看来这边是没有连弩，只有弩炮跟土蛇精，那倒情况是还好。申し上げまする。坚守全部进行上去吧。お任せください。口技哦，这个种类也有分的啊。行行，お任せあれ。
那这个枪果然是叫比较慢的。承知いたした。你看这个叫火焰戟，然后这个是苦技，哎，先去，好，然后把这边打掉，你把这边种掉。かしこまりました。行くぞ。能上去就上去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啊，这边怎么这么久？わかったぜ。是不是这个牡蛎的关系？お。嗯，这个骑兵线动。攻击力的问题，应该是的。お。申し上げます。上去，上去。わかったぜ。お任せくだされ。哎，然后我们来打这边吧。然后这边就可以练着这个东西。我有没有？気概を見せよ。哎，行了。哎，然后来这边。お任せくだされ。お任せあれ。わかったぜ。现在比的呢，就是说，看看谁攻这个城比较快。お任せください。毕竟曹操的那一边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老板不应该先攻这个新野啊，虽然说攻下呢是达成了那个目标，但我觉得说这个目标达成之后还是被打回去，所以是有点不值得，我觉得说。お任せください。前进。お任せください。哎，然后这边呢，前进。お任せあれ。然后这个攻城武器呢，我们要省着用。有可能呢，我们会连续打下几个城啊！行くぞ！其实我觉得吕南那边其实也是有点难守啊。かしこまりました。毕竟说他后面借着的部队只有一，お任せください。应该说他借着这个城呢，只有一座城了。哎，射他！射他！射他！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はい。じゃあ。お任せあれ。隙はなかったな。哎呀，你这里哪里都不关我事啊。那现在看我们能撑多久吧。哎。進め。行くぞ。行くぞ。行くぞ！行くぞ！かしこまった！一切承知。哎，承知いたした。哇，这队的攻击力好低。お任せください。承知いたした。承知しました。みんな突入を。みんな突入を。お任せくださ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我们开始打了。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射他，射他！哎呦，这边会被碰到，那就后退一点。这边就卡住了。这个是敌人的，敌人没有骑兵啊。一剑技，哦，哎，加个狂再说啊。みんな全力を見せよ。みんな全力を見せよ。そう思うとに逆らえばどうなるか。天下に知らしめ。哎呀，哎，这个什么特意按不到。卡住了。啊嘞。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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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那至少啊，我们现在是正强了啊，在这个城里面打起来了。哎呀，怎么这个怎么全没了？
这个，お任せくだされ。这边先撞过去。お任せください。承知いたした。お任せください。傭兵の神髄、総猛徳が教えてやろう。啊，你不用叫我了，曹操。哎，不关我事啊。哎呀，这个单挑失败啊！你不个人打，就不要跟着人家打嘛，真是的。本気よ。読みが甘かったか。不是太天真的这么简单，跟你们讲。承知しました。進め。哎，お任せください。射箭，射他，射他，射他。かしこまった。ここが正念場だ。哎，哎呀，这个技能还不够啊，让他们一直放技能啊，有点对我们有点不太利。哎，教育你帮忙打他，你不要打这个阵。是不是因为打不到的关系啊？ここは耐え抜くのだ。承知いたした。哎，承知いたした。看看能不能射他。女大这边能射就射了。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哎，帮忙撞他，撞他。哎呦，这个被夹击的我们这边兵力大喷啊。办法，这个是之前跑进去，然后特意来玩具，就把我们给砸起来了，跑都跑不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也动不了。哎呦，太过分了！居然耍我，对吗？是，やられたか。わかったぜ。那至少这样我们没有被砸击啊！哎呀，那倒还好，放个技能再说。我が力、思い知るがいい。哎呀，至少我们士气回来了。哎呦，怎么连这边也有？突然间有一队人从这边走出来呀、啊？这个。かしこまった。哎，不是不是，我按错了。お任せあれ。嘿，砸击他，砸击他。然后这个广客也是应该要。便当了，兵力快要赔光光了。お任せあれ。哎，お任せください。让条路给他们。お任せくだされ。お任せください。冲啊！射他！承知いたした。承知いたした。射他！傭兵の神智。やられたか。这个士气不够啊，放不了技能。哎呀，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妙哦。哎，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士气上升了。哎，这个是大运箭的情况。承知いたした。帮忙射这边好了。一切承知。かしこまりました。这边的枪兵有点太多，会被压着走。哎，就往开我们这边走上来。这个离剑姬的距离有点短，射他，先帮焦晕吧。お任せください。お任せください。这个情况。还有一队八千多的，哎，你帮我打他，你不要撞。読みが甘かった。哎，还有你，攻击。一切承知。哎，進め、進め。わかったぜ。这个阵把我们给卡住了，这边帮不了这边，那就只好稍微先退一退吧。一切承知。かしこまった。かしこまった。お任せくだされ。哎。お。行くぞ。一切承知。お任せくだされ。放个技能，加个防御力。みんな全力を見せよ。みんな全力を見せよう。
これまでですか。哎，然后你来帮忙打这边，这个城赖带乱斗啊！哎呀，你啊！哎，怎么只有一个人在打他？承知いたした。かしこまった。承知しました。哎，你怎么跑回去？承知いたした。哈哈，你有一队被我们夹击了，死定了！我跟你讲，哼，哎呦，那帮忙攻城啊！哎呀，他又卡住了，他又跑出来了。一切承知。お任せくだされ。夹击。不是挺有本事，是非常有本事，好不？啊哈哈哈！ここまでか。承知いたした。帮忙。承知いたした。是他。看你们能撑多久。哎，又一队被打爆了。等等，かしこまった。你这个火机消这边行不行啊？可应该可以消到自己人吧？那算了。かしこまりました。这个铁臂指挥。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大幅上升，失去小幅上升。行くぞ。行くぞ。傭兵の神髄。はい、そう猛徳が教えてやろう。今は耐える時。今は耐える時。みんな、しのぐのです。現在是忍耐的时候啊。哎，哎哎哎哎。一切承知。走近一点。哎，射他，射他。哎，士气上升也没用啊，跟你们跟你讲。進め。進め。お任せあれ。可进关挤压了半海，攻川战看来是全部的破阵。そう猛徳ともあろうものが。曹操被我们打爆了。喂，你不是要打他的吗？お任せください。お任せください。お任せください。撞他，撞他。行了。没问题啊。要是これまでですか。到此为止了吗？没有错，你们到此为止了。哇塞，叫银牌第一耶。好。又曹操被我们给俘虏了，然后这个沙沛，我们从沙沛调入一些人过来吧，尽可能不要调一些比较强的啊。我们也跑到这边来好吧。那我们暂时先在这边驻守一下吧，没有这边的支援，他们应该也好的。然后呢，王开先可以去吧。承知いたした。報告します。好，去做。たやすいことだ。该做的事就去做。報告します。たやすいことだ。報告します。該做的东西就去做。たやすいことだ。報告します。做吧。たやすいことだ。然后这边要撑着一点时间。報告を預かっております。那就古川吧。よし。然后要。嘿，女
大，你这个槟榔有点不够哦，小心点，补给一下槟榔吧。毕竟其实寿村，毕竟其实这个地方要防守是挺好防的，这边能叫，这边也能叫，然后交给我来吧。哎，你快去。かしこまった。哎，交给我来防守吧。这个香槟要看的话要这样子。还是这样子，那这样子8000多香槟。好，现在我们先暂时驻守在这边。那看来呢，我们这一集呢就攻略了这个城市，但我们也同时失去了这两个城市，同时被两个势力夹攻啊！哎呀，这个是，这个真的是不好受啊！这个肥宅提督的位置，肥宅多多，怎么可以说成让这两个这个的提督啊？哎呀，坐，都去坐。たやすいことだ。然后我们在外面不能吃，不能叫，不能应命这个太守。哎呀，这个是麻烦之处。那我们虽然是成功的攻略了这个地方，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两座城市，分别是吕南跟新野啊。那我们至少洗手这个地方，毕竟这边资源挺方便的，不过这边也很容易要会被打，所以也是要小心。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十字路口啊，它能通往寿村跟小佩，所以这边我们来死守一下。報告します。攻略好。まだですか。目前如果我们这个、老板的山间官的势力来说呢，目前最大的障碍呢是合金跟这个董卓啊，这两个呢，一个是人才多，城市比较多，一个是都市多，兵力也跟着多，而且就跟我们接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不跟这个董卓接在一起，他这个董缺这个何进接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攻略何进的同时，就让何进受到我们跟这个董缺的夹击啊。哎呀，不过看是这样。哎呀，这边建宁出发，虽然是用不着这么多吧，一对就够了，要这么多干嘛？叫必ずや勝ってまいりまする。能见就见吧。是一串那。さて、こうなったか。哎呦，すごい。我们没有跟公算站，没有在公算站里面有兵力啊。哎呀，抱歉，刚刚突然间有鼻子痒啊，打了个喷嚏，抱歉抱歉。暂时先，我们先在这边罚站一下吧。嘿呀，再骗取一下冰凉啊。我这个病例能不能补充一下？不能补充吗？那这边解散的话很容易会被他来一个集中火力啊，毕竟他这边有
可城楼这边他直接攻过来，那就 GG 啊。嗯，哎呀，哎，哦，好，那我们这一集呢，以攻略这个、这边是什么地方？溃弩啦，当做我们这一集的解谜。哇，这边17个人这么多，两个你。好吧，那我们下一集呢来稍微先管理一下，再看看我们情况如何了。那希望啊不要说太麻烦了，应该说就我这个肥宅这个肥宅多多玩搞不定那么多东西啊。嗯，然后这边呢派一些人去那边智力的，好，先掉六个，然后这边也需要一点人，也是从吴那边丢一些人过来吧。吴这边的人数有点超了，哎，嗯，这两个有趣的嘛，哎呀，怎么都是能打，没有什么智力的人，哎，好吧，算了，啊，走。好，那我们这一集呢肥宅生脚打攻击呢先到这边结束吧。那看看我们这边能撑多久，那也会影响我们指挥的工作，但没办法，可现在苦事担当着我们了。那我们上一集呢来一边防守一边这里呢一边来对我们的指挥下的道士呢来下一个命令啊，坐都去坐，然后你想怎么样？哎呦，那有可能下一集呢，我们会先跟这个包信打起来啊，嘿嘿。那我们看了下一集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情况。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集呢再来罚站，然后守护这个十字路口，必要的情况之下还会再从这两边呢叫帮忙啊，叫援军。哎呦，这边也是要又一扇人过来。这边只剩四个人。武将的数量是稍微要多起来。但前线的武将要多一点，不然没人指挥兵力。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喽。